在送礼物之前呢，希望大家再给我一次尖叫。所以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山中。再次啊，太小声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山东。很好。好吧，那既然叫的也没有非常大声，那我就要问难一点的问题好了。就是我说完你们就可以举手了。今天星光的活动是什么？谁讲那么大声？是我射到后面去吗？能知道吗？好，再一次，你选，我选，这一个你选，我数到三哦。又是我。对啊，又是你。一二三。好。耶，没错，今天的主题就是牛仔电影摇滚派对，谢谢。好，然后再来第二题是。我们是谁？没有，好吧，既然大家举得那么踊跃，不如就用尖叫来。好啦，很明显的就是我还蛮爱少男的叫声的，所以我决定选你。耶，少男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。最后一个问题很艰深哦，你们要听清楚。下一首歌是什么歌？有人知道？天哪，好强哦！好啦，先他最快。是什么歌？耶、yeah ！希望你们收到卡片，今年圣诞节都很开心。然后打开的时候，就是不要心里默默的骂两句脏话这样。算了，就是刚刚卡片上面有我们有我和就是我们团员的签名，但是因为 Jack 身体不适，所以该忘了拿给他签。是怕我签了他们就得了。你们等下也可以拿来给他签。好，下一首歌是，就是圣诞节快要到了，这首歌叫做 White Christmas。